首先呢，我经过这个陈破空老师这么一像《红楼梦》缩影派这样一解读啊，我才认为有这么多人看出这么深奥的名堂。因为我看《红楼梦》，我十七岁我就把它当成一个贾宝玉、林黛玉一个普通的男女爱情小说啊，那里头哪有什么？什么阶级斗争啊？居然这么多政治符码 那什么政治密码啦，又什么宁国府啦，又什么斗争啦，又什么人生，这个贾母又代表谁呀、啊？贾政又代表谁呀、啊？我自己呀、对文学作品的看法就是娱乐性，可能也没有陈大师这么智慧，也没有那么成熟。但是既然有人啊看得出了里头深层次的意义。我认为到最后也不必争论，就交给市场去解决，是不是 总之这个世界、这个歌本身你很难说这个艺术水平高还是低，但是如果它娱乐性高或者有人喜欢啊，那在这个市场上这个点击率就高了啊。这里头有没有辱华呢？即便是有对某些人的嘲笑，也不构成所谓整个辱华的问题。因为如果你说有人引申出小粉红了，那小粉红指是谁呢？谁会承认我是小粉红呢？不会吧，是不是、对不对？所以这里头一片粉红色，我看不到啊，这个有侮辱谁啊，一个明确的目标我看不到。可能说他对某一种的思潮啊，政治的思潮他不同意，有所嘲讽。但是不必要提高到什么辱华这个高度啊！我记得2003年，这个有一个好莱坞电影叫《加勒比海海盗》，啊，这里头呢请了我们华语大明星周润发来演一个亚洲的这么一个光头的一个海盗头子，叫这个萧峰，但他里头没有说是哪一个国家，我们看到他是亚裔人，他里头有一些对白说欢迎你们洋人这个东印度公司的船来到新加坡，你知道吧？结果呢，这当时那个时候这个时代背景400年前也没有新加坡，200多年前有没有新加坡的也没有，对不对？所以呢这里头你自己对号入座觉得受侮辱啊，那很难说。后来这个电影加勒比海海盗，这个周润发光着个头，两个小胡子，后面好像有一条鞭子，在中国大陆照样可以上映，但是把他的戏20分钟剪成10分钟。结果中国大陆的观众看的这个摸不着头脑，因为这个情节剪得支离破碎，是不是？所以这里头没有说要这个中国或者是谁中共什么，他没有啊，就等于这个加勒比海海盗那个，我们看到周润发就是一个亚裔的一个海盗，他没有说是中国或者新加坡或者是或者是什么什么越南啊什么。所以我想呢，对于这种事情最好你自己一笑置之。我自己也是华人，我当时看那个这个加勒比海海盗，我看见这个周润发，我们香港的天皇级的这个明星，怎么会被你们这个好莱坞这么糟蹋成这个样子，我不会很愤怒了。我觉得哎，我们周润发大哥改个形象啊，演的坏人的角色也是对演技的一种磨练吧，是不是啊，所以呢不要凡事就提到那么高度，做人可能会轻松快乐一些。